我能给你宽阔的肩膀，墨镜也别戴上，看看我给你的晴朗。也许明天的路很长，未知的旅程又迷茫，至少还有我俩牵着手接着伴，朝着未来一路前往。爱是个魔法师，不停换着方式，把你名字变成心里的钻石。爱是个魔法师，给出我们的位置，让每一刻都停止，你心里面的位置一直有我，是不是分享着彼此多美的故事，在我心中珍藏一辈子。爱是个魔法师，不停换着方式，把你名字变成心里的钻石。爱是个魔法师，我请你们调的店里面的那件限量款的衣服，你们调来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梅小姐，那件衣服已经被一位客人订走了。你开什么玩笑呀！我大老远飞回来，就为了给我妈妈一个惊喜，给她过生日。现在没礼物，我怎么回家？不好意思，梅小姐，那位客人马上就会过来取这件衣服，要不您过来和他商量一下吧。好好好，你让他别走，我马上就到。还不肯让，我们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但还是不行。就是这位先生，要不你和他商量一下吧。你好，就是你啊。哎，咱俩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呀？好老套的搭讪方式啊。行吧，那你说什么事儿？我希望你能把衣服让给我。哼，不好意思啊，在这个店里呢，我就看中这么一件衣服，
多少钱你能让？哎呦，这真不是钱的事儿。行，那哥哥，我算是求求你，这件衣服我是要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做生日礼物的，请你让给我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妹妹，这件衣服吧，我也是送给我最亲爱的奶奶的，我也谢谢你啊。你奶奶需要这么年轻的衣服吗？哎呦，你妈妈至于穿得这么成熟吗？先生，您的衣服。好，谢谢。拿出这个门就算抢劫。我付钱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钱呢我已经付过了。梅大小姐这么容易放弃啊？拿不着衣服，我怎么回家见爸妈呀？哟，姐，你看车呀？找人。找谁呀？林天乐。天乐，你找他干嘛呀？给我弄杯水吧。啊，成。您喝什么呀？茶还是果汁？开水就行了。哦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什么叫又呀？我今天第一次来。是，你说来干嘛吧？我需要你把这件衣服还是让给我。那衣服真的特别适合我妈，你就当帮一忙行不行？好，不说话，我当你同意了。我就说嘛，一个男孩跟女人抢什么抢呀？哎，说好了啊，我没跟你抢，是你跟我抢，好吗？而且抢的毫无理由。怎么没有理由？我妈生日，我送她一份礼物，我尽尽孝心不对吗？我也尽孝心行吗？我奶奶也过生日可以吗？再说了，我奶奶怎么算也是长辈吧？买衣服多难，好不容易看上这衣服，你妈那么年轻，挑选的余地应该比较大吧？行了，别纠结了啊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谢谢。欢迎随时光临啊。干什么呢你？你记我电话干嘛呀？手机呢？拿出来一下。干什么呀？微信扫一个。我跟你很熟吗？扫什么微信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在你不把衣服让给我之前，我天天晚上会打你电话，天天骚扰你，等着。嘿，什么意思啊？太没同情心了。谁没同情心啊？没同情心。你跟着神经病干什么呀？哎，谁让你把这给他的啊？他跟我要啊。跟你要你就给他呀。听众好，你好，谭总。谭总，辉煌公司的李总邀请您后天共进晚餐。去掉。这个是建筑清单，需要您签字。一会儿给我拿过来。这个财务报表。告诉财务给王总增加120万的历史额度。好的。进。谭总，这个是新的设计图，修改一下，开门的方向朝西南，窗户的间距再窄一点。4:30之前给我，我要开会。4:30？谭总，时间有点紧吧？是啊，有你说话这个功夫，已经去做事了。可是你知道我手上人手很缺，而且好几个同事因为……所以你完成不了是吧？完成不了是能力问题。你能力不济的话，为什么坐现在的位置？为什么拿现在的月薪啊？还有事情吗？没了，谭总。做事去。知道了，谭总。喂，赵律师。谭总，名媛27栋已经过户到您名下了。
您可以随时入住。好的，谢谢您。有需要的话，我再联系你。再见。这干嘛呀，兄弟？什么情况？干嘛都搬出来呀？一会儿就来。该报警的人是我，你想怎么样？我奉陪。我，你，你谁呀？你？你是梅文龙的女儿美兰妮是吗？对。你是谁？卖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卖了。梅小姐，你父亲的别墅因为巨额债务已经抵押给了谭先生，现在这里确实已经是他的财产了。不可能，我爸卖房子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不相信的话可以打电话给你父亲。一定是关机了，不用打了。您拨叫的用户，我爸他还有没有告诉你别的联系方式？没有。那他们说什么时候再回来没有？也许说过了，但我忘了。我不关心这个，我关心的是现在这是我的地方，我想休息。你什么时候可以离开？这跟我没关系。给你半小时收拾东西，行吧？啊，梅小姐，请吧。房子暂时给你住，我一定会抢回来的。哎，天乐，到了是吧？明月二十七号，
问问就行。啊，等你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那27栋楼怎么走啊？哎呦，嘿，这是谁呀？这是手机给我。干嘛呀？快点，我电话找不着了。嗨，哎，我问你，你上这儿干嘛来了啊？你去27栋干嘛呀？我哥们住这儿啊。你认识那姓谭的？我们俩十几年朋友了，怎么了你？趁人之危，一丘之貉。哎，不是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刚刚借完你手机，不是你，干嘛去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手机忘了。不是，他是你。哎，别误会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纯属路人甲乙。社畜一窝。这怎么回事？这肯定是你得罪人家了呗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进去聊。走。没见过病了啊？伸脖子看看这。你不叫我来看看吗？我不得好好看看。喝点什么咖啡啊？别咖啡了，水吧。怎么闹啊？这大妹了，收的谁家大公司啊？刚才那女孩啊？是啊，不行吗？哼，我还想收你呢，让不让啊？行啊，你法海，随便收。我最近接一烂摊子，一堆事儿。你传什么呢？哎，我最近收了那个德国进口那头盔，配我那山地车绝配，回头率100%。这么牛啊？当然了，改天比比吧。行啊，哎，别改天了，咱就今天呗。您大忙人，逮您时间多难得呀。这有没有眼力劲儿？乱七八糟的没收拾呢。说改天咱就改天呗。行行行，您忙。反正要说约你比个赛吧，还得排队约你时间。带我参观一下呗？看看吧。走。嗯。还伸脖子看，看看看看。刚才跟你说的事儿，你琢磨琢磨啊！叫上爱宝跟磊磊，咱好好聚一聚。再说了，这爱宝都是要结婚的人了，我这每天公司一堆事儿，头都大。再说，行，那你先忙着啊，算欠我们一次啊。慢点骑啊。哎，你怎么还跟那戳着呢？我没地儿去。没地儿去，你回家呀。刚那儿就是我家。我爸破产了。哎，那你也不能跟这戳着呀。你要不打个电话给朋友，这大晚上的。我不接。行，看明白了，您这人缘跟智商差不多。你在这看
看什么看呀？你赶紧走呀你，烦人！不走了？走。我真走了。喂，你好。喂。这么近打什么电话呀？吼一嗓子不完了吗？那个，要不我住你家吧？住我家？啊。你回你自己家住去吧。在这干嘛呀？谢谢。哎，明早九点没问题吧？什么呀？明早九点从这儿搬出去没问题吧？那个，我能不能先？不能。哎，楼上的床品我已经换成我自己的了。你呢？怎么样了？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我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们手机一直都关机，还有就是银行卡、信用卡全部都停用了，家里也不知道怎么的被一个混蛋给占住了，这都是些什么情况呀？兰妮，你别急啊，你听我说，你放心，我跟你妈都没事儿，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啊。那就好，我们没事儿。爸爸妈妈，你们没事就好。你在哪儿啊？我都好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我现在在一个朋友家，吃得好，住得也挺好的。你们不用担心我，你们一定要多小心，多注意啊。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我有空再联系你啊。喂。
爸爸。人怎么还真来呀？你呀，那衣服我是肯定不会让给你了啊。你呢，也就别再骚扰我了。你怕了呀？我怕什么呀？大不了我关机呗。其实，我就是想谢谢你。这件衣服我是要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做生日礼物的。我爸破产了，我没地儿去。我需要你把这件衣服还是让给我，那衣服真的特别适合我妈，你就当帮一忙行不行？水器怎么用？还想跟您商量个事儿，我现在没钱没地方去，能不能先住在你家？等我找到工作后再搬出去。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我们可以签一个劳工协议，以后你的一日三餐我都可以做给你吃，保证科学健康又美味。科学健康又美味？嗯，是你做的？嗯，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煎蛋，以后早餐做成这样，别拿出来丢人现眼。
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你们那儿租金是怎么支付法？啊，押一付三啊？那我能不能先住进去，月底的时候再付房租？我没开玩笑呀，我，喂，开什么玩笑？就你们一家有啊？喂，有时间吗？吃顿饭不用来这么高级的地方吧？太客气了啊！服务员，上他那份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环境不错呀、啊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呀、啊？这附近像这样环境好的餐厅有很多。早知道你这么有诚意，咱就约晚饭了呀！啊，这地儿晚上应该挺有情调的。没错，这地儿晚上的确不错，先吃。其实吧，我吃的很简单，而且你又帮了我，你真的不用这么破费。这饭怎么着也得七八百，下次别这么浪费了啊！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我马上回店里。我好心提醒你一声，你说你就一卖自行车的，也没挣多少钱，真不要这么浪费，太客气了。哎，我觉得你吧，可能理解错了。昨天呢，是我帮了你。今天这顿饭呢，是你请我答谢我。那，嗨，咱能改天？你不是说你今天有时间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我呢，吃好了，有事儿先走，你慢慢吃。哦，对了，谢谢那午餐啊。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吗？你们家能赊账吗？啊，其实 OK。这些东西，能要的拿走吧。没关系，小姐，其实刚才那位先生已经结过账了。对呀，啊，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的，有事再叫我。OK。有意思吗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。小姐，这是刚才那位先生给您的东西。
车能不能再便宜点？我说哥，这车呀已经是最便宜了，再要便宜的话，我这店就关门了。这车我回去吧，我还得换个东西，要换个座子了，换个闸什么的，我这都是要自己花钱，是不是？这么着，你先试，试好了真想要，咱好商量，行不行？哎，行，我先试试。好嘞。哟，来了。车不错呀。怎么着，来一辆给你当价？哼，你老板我老板。人都说了啊，给你来一辆，怎么着？不想要啊？还是不想告别单身呀？啊？喝点。大白天就喝。哎，你是不是那婚前恐惧症啊？我告诉你，别紧张，你第一次都这样，过这一阵就好了。瞎说什么呢你？结果是怎么着？真的没有研究，看小说看的。照顾点啊。怎么样？来，凑合这个吧，啊！干嘛呀？扫我们打眼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我这婚有问题了。啊？就婚有问题了？不是相亲看上一个吗？俩人都对上眼了，这不是对什么眼啊？我那就是没看上更合适的。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那这怎么就有问题了？他们家嫌彩礼少。这事儿不都谈妥了吗？又变了。说人是研究生，培养这么多年不容易，所以又加价。加多少啊？20万。这20万要不加，这婚就不结了，是吗？我看他们家像这意思。这么着，你要想结呀，也看上人家了，哥们帮想办法，大不了找我们家太上皇要去。别，我结婚找你们家拿钱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再说了，说加价就加价，无底洞。大不了这婚我不结了。这事儿啊，你得想好了啊！还有，你妈那边怎么办啊？妈，你别生气了，这事都怪我，谁让我没本事？咱把这套房子卖了。啊？卖了房子，20万给薛晶晶家，剩下的你们俩买个小房子结婚呐。那不行，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去？这是件大事儿，你一结了婚我就放心了。不行，我一个人住哪儿不行啊？实在不行，我到郊区去租个小房子。郊区那能住吗？那我这一辈子不结婚，我也不能让你遭这个罪。去了郊区，你看个病都麻烦。你胡说，你就咒我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天不结婚，我一天心不塌，我天天给你生病。你信不信？行，别生气啊，我再给你倒杯水。在这儿啊？我没有地方去啊。这跟我有关系吗？你总不会见死不救吧？龙姐，哎，你别叫。那个，我让他回家去了。你让他怎么了？你让他回家了？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贴身保姆了。
你要再在我面前晃悠的话，立马出去。耶！哎，知道自己住哪儿吗？知道，客房。客房？你现在是佣人，住工作间。还在家睡啊？把我兄弟搞定了，这也都不算事儿啊。你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在二楼听不见呢。我只是让你暂时住在这儿，请你不要消耗掉我对你那么最后一点点的耐心好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我每天早上给你打扫卫生，晚上可以稍微放松一下。你不要赶我走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哎，把手机给我拿来。别没收了。你要干嘛呀？您拨叫的用户手机不见了，下午还在的。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mobile you dial is cut off. Please try later. 你不会是下午回来换完衣服之后准备再出去我吧？您拨叫的用户是怎么了？没事。很蓝，世界好大，爱是否会悄悄消散？你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？坚持多久才能靠岸？保持沉默，试着洒脱，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。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飞蛾，坚持着信仰的执着，去追。